我服了啊，谢谢老板，重新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梦幻西游炼妖的知识啊。嗯，这是运气吗？我现在有点懵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运气，我有点接受不了这种炼妖方式竟然能出货啊。绝了，这游戏还能这么玩。What? 猫灵和猫灵。嗯，等一下啊，我 CPU 烧了。你这样合出来的话技能不多呀。十分钟前还被众人嘲讽的老板，十分钟后就给大家上了一课，老王直言服了，观众也直呼学到了。这位号主要求老王用猫灵和猫灵，这种奇特操作本以为是老板突发奇想，谁料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当然重点是练好技能再进行炼妖，刚开始的两组并不顺利，老王也劝阻及时收手。我建议你在错误的道路上抓紧时间回来。但老板却依旧坚持观点，非要给众人证明自己。第二次的炼妖就有点东西，合出第一只七技能猫灵。第三次炼妖虽然没有太大收获，但至少能继续回炉。而第四次就出现开头的一幕，合出第二只1600工资的七技能猫灵。此刻老王也有点幸福，觉得号主的思路有些许道理。我靠，不是吧，也不是不行，也能出货，我靠。第五次炼妖则合出一只大众宠猫灵，加上刚才的可以继续回炉。果然这次回炉真有惊喜，成功合出第三只七技能猫灵。我靠，又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七技能猫灵，我靠，出仨了。What the fuck? 要知道这仅是六次炼妖，总共12组就有3只可以直接打出的胚子，这种几率完全打破常规。在老王合完最后一组猫灵后，给这次炼妖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哎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